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响的蒋鹏。这期视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旗舰唱盘。这个盘呢，是我耗费了应该说很多年研制出来的一个独立开发出来的一款产品吧。我大体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呢是驱动层，这边呢各有一个气浮电机，提供总体的一个驱动力。然后呢，两个气浮电机驱动底下的是一个气浮盘，气浮盘带着一个中间的通轴，然后来驱动最上面的大盘。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中间还有一层，中间是个反转层。反转层怎么工作呢？是我通过中间一个滑轮，一个滑轮组，然后提供一个皮带，提供一个反向的力，就两个气浮电机可以把整个的一套就全部带起来了。唱盘整体的重量会很重，因此会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声音表现。我这次呢先大体给录一下，大家听一下。将老树借